神啦，又菲力斯啊。今日咧，我哋會去呢個都能達水上市場，去睇下呢個賣嘢嘅特色啦，同埋呢個火車市場咯。咁啊，我哋今日係 book 咗呢個 KK6 嘅，我哋會過去。主要除咗呢樣之外咧，我想講下咧，呢架車咧其實有啲特別嘅，你等等先啊。Sorry。Could you turn on the lamp for a while? Okay. Thank you. 嗱，大家睇下，著咗燈之後咧，完全就好似我哋呢架車咧，就直頭就係好似去咗呢一個酒樓一樣。我哋係喺個酒流動酒樓裏邊。哇！呢架 KK6 嘅車真係冇得頂啊，簡直係，即係令人哋大開眼界。好，咁我哋去到嘅時候，我帶個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先。大概个零钟头车之后咧，我哋就去到目的地啦。我哋出发啦！喂，打个招呼。我两边见佢哋买啲七彩斑斓嘅衫咧，真系非常之有特色嘅。系啦，隔篱卖嘢得意。哎，嗰日嗰啲 coconut ice cream， 呢个椰子雪糕系必试，因为佢里边有花生、芒果同埋其他唔同嘅生果，个味道系一枝斑斓。Shopping. 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พี่หาเวลาตาแก่สวัสดีครับเจ๊เจ๊เออหลังคือว่าเล่าว่าเราไปนะจะไปดูว่ามีอะไรขายอยู่前面ก็挺旺เจ๊เจ呢、这个市场虽然比较旧啲，但系充满着泰国嘅特色，值得嚟下。Hello, you want some rono pinocchio? Chunjian ya ma chunjian? Chunjian. 春卷啊。哇！今日真系，今日冇戴太阳眼镜系大件事嘅真系。虽然呢度河道好窄，但系经常都有啲有引擎嘅快船经过嘅，依然相安无事。好啦，我哋转翻嚟个大阔位啦。哦，翻去头先我哋上船嗰度咯。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啦，我哋过完呢个水上市场之后咧，我哋就嚟到呢个湄公铁路市场啦。咁而家咧就准备行过去呢一个市场度，系啦，剩紧火车嚟到，佢哋就会收翻开，全部就喺个火车轨嘅两边。哇，佢哋点收噶？真系唔明啊，都摆咗好多嘢。點樣可以拎得開嘅咧？真係可能真係要啲技巧。佢哋冚棒都可以喺度推得喐嘅。哦，而家終於明白啦，嗱，呢啲一樣有碌嘅。难得梗系上嚟呢度影下相啦，我哋要。
不過佢會停十分鐘，十分鐘我哋一定要落翻去噶啦。好 ，go go go！ 好古老啊！佢得意嘅地方就係嚟咗呢度之後咧，跟住又掉翻轉頭走，個個都俾佢嚇一嚇。躲起來。即係話頭先入嚟呢個站之後，停一停，然後又喺呢個站又翻翻轉頭。好啦，即刻開啦！到咗黄昏时候咧，我哋又坐呢个 MRT 去呢个拉叉达火车夜市。我哋会喺泰国文化中心嗰度落车，行几分钟就到。咁由于放工时间啦，所以我哋首先要做一做沙甸鱼先嘅。呢个夜市啊比较人气高啲嘅，近来。因为它里面的东西比较集中一点，还有还有娱乐表演添的。火山排骨这个啊，是啊，我有大有中有小，哇，就又是那隻骨咯，它整了之后呢跟住先淋嘢落去，嗱你淋下呢个，哇，闻到都觉得辣咯，酸辣咯，好，既然嚟到啦，点可以唔试下火山排骨啊？好老实啦，排骨就冇味嘅，全靠啲辣椒同埋酸汤嘅啫。不过为咗打卡，点都要 order 嚟试下嘅。这个烧水帽真的相信只有泰国才有得吃的，都挺爽的，好像吃鱿鱼一样，还带少少海水味。这个火车夜市和其他夜市其实都差不多，食肆是主要的，当然里面也有很多干货的地方。我哋去嗰日系星期五夜晚，所以非常咁逼。不过好在最外边呢一条街咧，相对冇咁多人，因为呢度比较多啲嘅，好似系吧啊、食肆之类，就唔系啲小铺头。除咗食嘢同埋买嘢之外咧，其实佢仲有一啲歌唱表演喺度嘅，咁所以基本嘅娱乐咧呢度都有齐嘅。所以你话点解会唔逼先得嘅呢度？如果大家要嚟嘅话咧，就要早啲啦。行到好攰之后咧，我哋又翻酒店休息啦，准备听日更加精彩嘅行程。